个地方最高的啦，啊，这个地方最高的啦，前面啊就是这个路斜坡的，差不多三十公里左右，啊，就到这个这个 Great Bank Corona 附近啊。那么前面的话就到了下坡地带了啊。这个是加拿大西岸的农业中心的、啊、那么这边的话现在大大西岸的一个农业中心、啊、这个是维伦镇 Vernon、啊、Vernon、啊啊、We also 一个工作人员呢、啊找过这个吕望峰给我们看一下那、啊、个页面的吕望峰、啊、吕望峰和这个工峰有什么不同、啊、他都有解释给我们左手边这条河呢，它叫做月马河，啊 ，Kicking Horse River， 啊，英文的啊叫做 Rocky， 啊，就是落基山啊，石头山的意思。动啊！啊！
二十。